神威卡卡西啊，直接一穿三。感谢世少大哥，别刷了别刷了，哥哥看我操作行吗？啊，能不能看我操作啊？别刷礼物，看我操作就完事儿啊。这种地方我不愿认真，我都不用动，谁能开心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啊！哎呀，咱这桌子游戏玩的是个屁呀！我的妈呀，那东西出的简直都是魔鬼。我操，那小伙子，这谁跟咱闹着玩呢？你在我神威卡卡西面前还敢跟我玩这花里胡哨的，你真是在找死！你别替身，对，你别替身呢。我的 fuck！他速度比我速度快，我丢！一个屌毛C人把我给玩了呗！你在找死！看到没？你在找死！看我怎么无情连杀就完事儿。虽然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待着吧，但是你就看我这个传说中的大飘逸。又插住了，玩个屁呀、啊，老丁，你在找死！哎呀，咱都不知道怎么今天晚上老是遇到变态。我的妈呀，什么鬼？今天晚上遇到的？你废了，我大鲨鱼都出来，你玩个屁去了！死！等一下带走，看到没兄弟？我一穿穿！哎呀，再给我干干巴巴，麻麻来来，花里胡哨给我整，受死就完事儿了。我就跟你们说一句话，兄弟啊，动他一句话，受死就行了，受死就行了，别整那花里胡哨的，没有用啊，小朋友，小朋友变成那么多的没有用，看我一个技能直接把你干蒙圈。大狮子替身呢？啊，替呀、啊！哎、啊，尴尬不尴尬？你说？傻了逼！那、啊、你开大，那我还开大呢。啊，那妹子，这位兄弟，你能开大，那我还开大呢。等些没有用的。哎，那毫无技术可言，没有挑战性，兄弟们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